各位校员，请就坐吼，咱今仔要开始上课啊。咱开始上课吼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，各位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好。同心吼，咱。讲同心不是用嘴讲的，尔呢吼？哦，心连心，啊，心连头壳，对不对？所以咱想的、做的，拢一定爱连做伙吼，唔通讲嘴安尼尔，啊，无连着头壳，啊，身躯嘛无连着，做的拢无同款。所以呢，咱即马就是讲格局决定你的结局吼，咱妇女的使命。如去讲吼，咱这个人生的规范，咱即马过明仔载一天了后，就是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对不？那么，咱捌做过官的人举一下手一下，有无？会用做官无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可足重要。咱要安怎好好来研究？将来咱执政的时阵，咱台湾民政府的这官员会当来教台湾所有的人民，带出一条幸福、快乐的路。所以呢，为咱家己爱做起，咱爱来学习啊，包括我在内，共同来勉励，这足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咱为一个小家庭开始，妇女呢，在这个人生的中间、人类的中间，做好一个足好的导师。咱要有好子孙无？爱靠查某人。咱有成功的男人，后壁爱有一个女人。咱若是讲。要爱有一个幸福、有一个健康的家庭，咱后边嘛是爱有一个查某人，安尼对无？因为一家的这个健康，嘛是落在查某人的手头，对不对？你那是逐顿凊彩拉拉的，大家会健康无？查某人若来得出家，无骨力，一家会快乐无？所以吼，咱秘书长鼓励我来妇女会，我甲伊讲我无爱做官，啊，若做官就好啊吼。但是呢，足重要，查某人，尤其是台湾民政府的妇女，咱都是台湾民政府的地基，对不对？所以咱遮男士，咱吼查某人，由我来带领。来对待每一个查甫人，予恁会当更加幸福，安尼好无？咱呢会当甲查甫人为家庭嫁起，咱一个家庭呢，家就是讲家嘛吼，家咱有爱有家教呢，家教若教好，一家圆满，社会和平，这个国家就会坚强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富强吼、哦，啊，家有家规嘞，有家道嘞，家道就是讲安那呢？咱就是这个道德的体制，咱的传承呐、啊。每一个人的家道传承大同小异，但是道德观念未当无。咱有家法，家法就是讲你。做了唔对的时阵，咱的长辈用啥物方法甲你激发，所以这嘛是足重要。佮而且呢，咱有家产，家产每一家要安怎传承嘛无同哦。所以每一个人话讲啊，我着爱买厝哦，存起来；话讲我爱买地哦，存起来；话讲我爱买黄金哦，存起来。所以这个家产会。
办法嘛，每一家无同款。所以呢，各一个家业，家业那是用阮阿公哎嘛做中医，啊，阮老爸嘛做中医，啊，我讲卖中医都无趁钱，我走来西医较穿，哦，佮走来开刀房佮愈穿，啊，穿到尾啊咧，食药啊食到规身躯拢白咧，我就讲安尼唔好哦，啊是佮来读中医，啊中医呢？读读来讲，哎呦，啊医嘛是拢食药啊咧，啊食久嘛阁袂使，阁来读应用医学咧，啊阁来读这个物理治疗，哇，安尼感觉足圆满吼。所以呢，每一个人的家产，你那是做警察的，因家拢警察；做老师的，因家啊传出来拢，所以这就是家产吼。诶，家产加这个家业的传承。对每一个人呢，家庭人讲持家啦吼，持家治国才会平天下啦吼。所以咱查某人嘛有迄个使命，行出来，家庭顾好以外，嘛袂使讲啊，我争取愈悬，我官做足大，啊，阮厝放互里里落落，安尼会使无？是。安尼帮落啊吼，这个政府来帮落啊。咱的这个地基为查某人做起，一定爱拍好。啊，咱拍好了后，咱即阵咱勇敢的台湾民政府的妇女，咱所有的男士敢拍一下抱啊一下。为即马开始，咱要担当足大的责任。咱拄起来上课，法律爱非常了解以上吼。搁而且嘞，咱足重要。咱现本时为小家庭行入大家庭，讲国家国家国也是一个家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咱拢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对拢是兄弟姊妹，对无？所以一定爱有迄个心。咱即嘛呢，人愈济，话就愈济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咱爱一定爱学习，一定爱注意。咱就是爱行入组织的管理。那么组织的管理呢，咱每一周即马拢有分组织哈。为副组长来，顶工顶礼拜咱有节制委员会，秘书长有感激到，国外军校名单爱报出啦。军校以下，咱阁有市长，安尼一层一层，咱一层一层的同事，咱的顶司，咱的部署，爱心连心，手牵手，共同来拍拼，咱台湾民政府后摆执政才袂予唾弃配烂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咱若里里落落嘞，咱若是讲吼。斗来斗去的，会把自己斗垮掉，对不对？咱的敌人是不是敌来的？唔对，对不？咱的敌人是谁？哦，自己，自己嘛，足重要嘞。但是呢，咱唔是伫台湾民政府哦，所以台湾民政府，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大家一定爱好好。绝对袂当争权夺利，绝对袂使自私自利，袂使得来得去啦，对不对？袂使安尼做，所以咱呢真正有福报，会当来入来这个台湾民政府来做官员。但是我要爱甲大家人交代，你爱坐了愈长。做了愈久，才会领愈多，对不对？咱袂使无几工就去用石头路，爱是自己下台，安尼有可惜无？你若做袂落，就该下台安尼吼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的格局会决定你的结局。所以，每一个人，你量有偌大，你的福报就有偌大。这对咱的这个吼人生的道理，每一个拢知影。可是呢，
做七八十当人讲食到老学到老，对不对？嘛做袂好势，做人有好做无？就歹做哈。所以呢，咱讲做事容易，做人难。那么难，咱嘛是爱做，对不对？咱爱一定宽容，一定爱有谦虚，不要自大。咱所以，咱即马开始来探讨咱下底的一个问题哈。咱呢，哥哥阿公要会当伫台湾民政府有一番作为，咱一定就是一定家己要领导人的同时，要学好被领导，对不对？你要安怎跟上司相处，而且袂使像为人拍马屁、成习惯的人，只会把上司扭好势，下底的人扭袂掉，安尼嘛很快下台。所以呢，咱一手扭顶司，一手扭咱的部属，咱一定。讲三人行，必有我师，所以咱一定会成功。咱呢，俘虏的偶像，这是我的偶像，嘛希望讲是别人的，咱所有的俘虏的偶像。咱女人呢，唔是干那养国家庭尔，咱会晓做事业，咱会晓替国家、替社会来争取福利。所以这三个是我最崇拜的。好，所以最崇拜以外，咱爱家家己先管好。咱要管别人的同时，家己爱管好些无？唔通讲每天只说别人，没有想到自己，家己一定爱检讨家己。如果咱若要争取，我们不能争一时，要争千秋，安尼对无？争一时是没有用的，当你跟人家有斗争的时候，你就失去你的千秋大业。这样有价值吗？没价值。人你目焦焦，你目焦焦，你如果你赢人多少，但是你输去的会更多。所以我们不要比较。所以呢，咱每一个人做好自己，咱每一个人讲，哎，你会当爬偌高，就是表示你的根基有偌深。如果你的根基无够深，你唔好想要爬伤高，吼。为即卖的人，咱台湾民政府内底嘛有迄个现象，吼，我要占愈高愈济，愈高，咱爱称看卖啊，咱迄位坐会调无？咱做会好势无？所以那无呢，是凭做久较有利，唔是做较悬三工就下台，安尼真无彩吼。所以讲，你若要看一个人的价值，你要看伊的对手是啥物款的，得甲你斗。那么呢，你自己可以评价。你若是要看你的人品，看你交朋友就知影。所以咱若要了解这个人，是啥款的？你看伊上好的朋友，你就知影这个人是属啥款的吼。所以咱是因为咱每一个即马四千名内底，拢个个拢是大官哦。后摆你会部下会真多，所以你爱学好，会向面相，会向算命啦吼。所以咱这就是伫看人。这个条件，那呢，就是讲你有自信无？是要看他是否真的相信你。那是讲对咱的法律无自信，你就是你无相信，因为法律你无够根基，无够深。那么别人那是凊彩跟你讲讲的，啊，你就对人出去啊。安尼是毋是足无彩？哦，咱有一挂人走出来，就是
地基爬无深啦吼。法理若捌加足深咧，你自然家己都会有自信，就是一定你一定袂当去予人凊彩拖咧就出来。所以你一个人，你要安怎渡过难关，是爱看你这个人生观吼。咱的人每一个人人生观无同款，人讲你唔是讲你赢偌济，安尼做赢，是爱看你付出是偌济啦吼。所以讲达成这个愿望呢，爱克服，咱一定爱克服吼。你若要看一个人会成大事无，你就是爱注意这个人会小事。人讲细汉啊，拢开始的偷馒头咧，大汉就会偷牵牛。所以呢，要看一个人，你从小动作开始去看，你就会了解一个人。所以呢，咱人是否成功，要看不是看伊赢偌济，爱看伊有成就偌济人。所以呢，咱台湾民政府。咱家是经济，是种子，为咱家己开始，咱后摆要带领足济人，咱爱成就偌济人，吼、哦，叫偌济来办身份证，挂叫偌济来上课，这拢是咱栽培的人才，所以足重要。我们从自己学习开始，所以呢，咱若要看一个人的结局，爱看伊。多大的未来啦吼？当你遇到一个小问题是小困难吼，你那是都作受气，挫折难以消受。无错，因为这是你的格局太小。所以呢，我在这几年来，我学好足够闲的。如果若有人要甲我攻击，若有人想要甲我冤家，我拢阁会家握手来阮家佚佗。阮老师讲安尼还无够呢，你爱阁家谢谢。我讲哦，安尼我都爱阁训练呢吼，要阁谢谢，哇，这讲拢袂落去对无？这违反人性啦吼。但是如果咱若做一出来，咱就是成功一大步80%吼。所以讲，不管侮辱甲批评吼攻击。或是得失失败，对一个心胸开阔的人哈，有大气量的人来讲哈，是像大福哈。你甲丢火把下去哈，伊嘛是随时发起，顶一大包盐落去，伊嘛随无咸嘛稀释掉了哈。所以一个当一个人失意的时阵哈，山穷水尽时哈，伊。会当显露伊个真面貌。咱个秘书长讲吼，安那连来上课吼，拢无钱个人，咱莫该招啦。伊讲安怎？哦，啊这来可能吼会食钱哦。我讲秘书长无钱，那是伊头壳歹，完全拢趁无钱，何许我都唔敢讲。那是伊有遇到意外困难。个月无够开支，或是伊个周边个人用钱足相中，伊虽然赚足济钱，但是嘛无够用，这都袂以概而论吼。因为伊毋是无才能，是伊个遭遇拄啊运道无好啦，吼。所以呢，咱即马就是讲，每一个人，因为咱即马都是大家庭，所以遮每每角角嘞。咱一定爱家家己的家无好病，咱绝对袂使讲有转转角角角的伤人哈。咱的气度爱变大，抱怨就会变少。胸襟要开阔，路就会更广，格局会够大，问题就是会消失不见了啦。哈，咱袂使讲一家人在遐搭来搭去。咱外口拢总百几栋、两百几栋，目睭呢目焦焦地眼看，所以唔好笑死人哈。三高
就是讲，互你的感觉月就足少，月那是一样大，水孤石石头的造出来哈。咱的这个石头，那未移动，咱是保持稳定。不管是遇到任何的难题，你还是你呐。所以呢，咱一定不能乱了脚步。遇到所有的问题，甚至咱必须得艰苦的。咱每一个人一定爱有你的左右手，有你的团队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有你的团队，你对你比较清楚，比较和谐。你后摆啊派去对一个机构，你有人甲你合作，你袂去讲派去全部四边拢是别人的人。咱虽然袂使分你我，但是人就是人，有较了解知己，较无知己，这个问题会产生。所以呢，咱就是讲，你若有你的团队。你家己有你的左右手，你势必你做起来，当得心应手，袂当慌乱无章哈。较袂讲遇到别人，也是看你不顺眼，搁再甲你作弄，安尼你就会做甲足辛苦的哈。所以人生的局面呢哈，你现在你安怎看家己，在你所熟悉的人。你在讲的每一句话，在你给人的感觉，在你做事的态度，跟你的经历做物，跟你的念头，跟你的所作所为，你需要是行得的，这嘛爱做正的，这是要敢讲安怎？因为你袂使歪哥起错，所以呢，你的同边。的人拢会甲你看，咱如果咱毕业了后，咱是一个政务官，我们是离开过去的你，你唔是阁是你过去的你，咱出去清查后，我们要端庄，说话要得体，一言九鼎，咱是大官，袂使轻彩公公咧，安尼对哇？哦，袂使阁像较早安尼讲胡乱开玩笑吼、哦，咱就爱看看，讲房间啊底的话袂使提来客厅讲，对无？唔通客厅的话唔爱讲，提起房间才来讲，安尼都不得体啦吼、哦，就是袂配合啦吼、哦。你讲别人的话，人话讲一支枝头前，啊四支。你家己哈，其实在讲你家己，咱的嘴是咱的门，咱的嘴就是门，你应该爱家关哦好，所以咱讲话出去，人就会甲你亲近亲友，吼，人会知影你是甚么款人，不管你抱怨谁，咩拢是家己，所以绝对唔好学白骂别人哈。甲别人连接，所以袂使打结啦，吼、哦！尽量有甲到甲透线，啊那无，咱就一定爱避免跟人有冲突啦，吼、哦！所以你予人的感觉就差一点点，就天壤之别，所以袂使无注意，有时啊会冲突。不是别人唔对，是咱家己无注意。所以呢，咱爱勇于承认自己错误，自己来改进。有可能尽量跟别人一定要沟通，不能我行我事。所以呢，安尼就会一团糟哈。咱台湾人绝对无分裂的本钱，咱。一定爱甲台湾人古早的足歹的缺点，一定爱改好过啊！守时守信，有礼貌。咱是毋是母国是日本？那么咱是
天皇的臣民，对不对？咱爱比日本人，搁靠日本人。那么，一个人你若有礼貌，真济代志拢 OK。只要你若会尊重人，什么都 OK。最有礼貌的，对不对？咱是臣民，咱一定为即马爱做起。日本人做修习，对不对？修行，对不对？咱日本人嘛是足重的，对不对？因日本吼，日本军飞机出去，为因当讲载落，全世界第一。啊，咱即马唔免呢，咱华丽台湾。秘书长一支笔而已，咱不用出去跟人相见，咱是革命先行者，咱是最幸福的一群，而且我们是最好的台湾军啊，是上界好世界第一次用法律来建国的台湾军，对不对？替家己打拍子安尼较袂独孤啦吼！你做事的态度吼，一切基础做起，不是不会啦吼。因为咱每一个人，为细汉无讲逐项的拢爱学来的吼，只是还没有学好。但你若是时间用伫对，成就就伫对。所以咱即马面对的，咱要出去做大官。都只我看拢无半个，亚洲话是可能客气啦。我相信公务人员一定有嘛吼，但是呢，真客气嘛是好，予咱谦卑会更进步。咱即马呢要行出来一个新的环境加职场，咱一定爱学好家己吼，就是讲加用一寡时间人去学，每一个人红鞋洗出啦。大行拢是为头啊而来，唔通无自信，一定爱努力。人若是学五分钟，因就会晓；咱学袂晓，咱改十分钟，所以一定嘛是会晓。所以呢，唔免一定讲啊，我都会晓再来去做。世间无安尼，你阿扁嘛无做过总统，去嘛是会晓做。讲晓啊，无我都钓钓啊，要安怎？啊，咱嘛是无代无志，啊，都已经变公务人员，搁事务官啊，无要安怎，对无吼？啊，无咱是要安怎？吼，咱的福气都遮尼大，对无？啊，咱就做政务官啊，但是私底下，咱爱暗中来学习，吼，绝对唔好漏开吼。你的经历的职务吼，就是讲要转头。不要回头，真理。如果天下哦无白受的苦啦吼，阻碍你的也是让你飞起来，像风筝小港。你要接刀柄，还是要接刀刃？哈，相信自己，希望就不会，就不远的地方。所以讲，咱明仔载搁一天，咱就大官呢。哦，所以呢，咱一定爱好好来学习，家己爱有心理准备，咱一定爱提升自己，把家己做好准备。因为秘书长讲伊比比错呢，恁会错无？袂吼？上好卖啦，卖错啦，安尼秘书长阁错比咱较大个。因就是惊咱无自信，咱爱讲咱袂错，秘书长，咱拢准备好啊，安尼对唔对？对。安尼，伊就较袂烦恼啦。所以吼，伊即摆30公斤呢，这是咱每一个人责任呢。伊烦恼咱袂向接近啦，会啊无？对，嘿，一定爱甲讲会吼，等伊伫楼骹嘛有听到吼。每一个念头吼，每一个人的经验是为伊的想法开始，善信则灵呐、啊。
咱若是有自信，半暝啊，搁爬起来想，爬起来学嘛无要紧，学无人看到的，家己去背嘛无要紧，一定会把代志做好势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呢，从善信开始，善信就是正信，你爱正面的思考，袂使负面的。那负面的去想吼，难道一定吼无自信得着？安尼愈想，敢那愈惊呢？吼、哦，所以无啥物通好惊。咱既然有这个命，咱命足好个，对不对？全世界你去找一百人啦，嘛无这个空头予你顶，所以我半暝啊拢憋起笑，讲安怎？做善事，阁有政府敢出钱予咱得功德，一减二过，望哪减啥？对，所以足欢喜个吼。咱若做善事，拢是付出来尔呢，啥物个有薪水讲几倍项尔，这世间要对找。啊！恁家的人拢要找出来无？亲戚朋友拢要叫紧出来无？所以咱即马进入组织，第一项，咱入去就是共同合作，共同努力，把咱所有的亲戚甲朋友拢总叫出来，来民政府斗拍拼，安尼好无？啊！所以呢，你的所作所为。习惯唔好，会甲你毁掉。你的习惯，才会互你会成就。你做最大的差别啦吼，甲别人相比是无意思的。你应该甲家己比啦，甲家己呢，不是尽力了，就是好。做到最好的自己，咱呢，慢甲人别人比来比去，咱这人吼，讲人比人会安怎？气死人啦吼！所以咱卖甲人比，啊，咱呢，甲家己比，比咱家己有做好无？有做了更好没有？所以呢，才会当予咱家己有成就。你甲别人比，绝对无成就。因为你在跟人比的时阵呢，你就是会得失掉别人，那么你的成就就减半，因为你跟人袂合。那么袂合，时常是别人对你的看法，咱爱尽量改进。但是呢，足济人尽量要做好，唔过呢。有可能吼、哦，较无人缘呐，嘛是做甲足辛苦的。人讲做甲老干，安怎？嫌甲老啊，做甲老干，嫌甲老烂吼。哎呦，这世间吼真艰苦，对无？但卖想遐济，咱爱甲做足欢喜。嫌是伊的代志，伊若在嫌咱的人吼。是伊在骂家己，安尼对无？即马咱学好吼，嫌家己多，莫嫌别人吼。所以呢，尽量就自己比自己，咱会当尽力做好家己，唔通目睭老是看别人的缺点。足济人安尼呢，拢一直咧看人的缺点。啊！你拢无家己看卖啊？讲啊，你的缺点有多少？啊！一直讲别人的缺点，安尼咱这个团体就会乱去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咱拢是兄弟姊妹，咱是建国的兄弟姊妹，咱没有分裂的本钱，绝对不要随便批评别人，安尼好不？宝物，你若藏唔对所在吼，变废物，安尼对唔对？这是要安怎讲？就是讲，你是把家己藏伫什么位置？你是可造之材，还是家己藏伫
是最擅长的地方。许多人哈会失败，拢唔是能力的问题，拢唔是能，因为这个努力不够，拢是看唔到所在，何以无才调发挥？所以呢，咱每一个兄弟姐妹，即马是你选择的时站，咱伫各州咧，你一定争取你要坐迄位。一定要有适合你家己，咱家己要有迄个本事，无你忙要坐迄位，唔是你无够认真，唔是你袂晓做，是因为你的专长唔是伫遐，互你无才调通发挥。佮而且咱若要做人的长官呢，你爱适才适用，不要老是用甲你巴结、拍马屁的。那就是啥？不用人才，用奴才，这样会把宝物变成废物，很可惜的哦。所以呢，咱不能分你我，我们重用人才，适才适用，这样对不对？而且人才，咱不是说一定学历，经历还比学历较宝贵，对不对？经历不简单哦。经历是伊事实也要做，你像讲一个医生，伊读毕业，伊会晓看病无？拢靠机器在检查啦。啊，机器有时嘛会错误呢。所以一个好医生，所谓的医师，你就是一定要会看病，免看病。讲啊，你食啥物药啊？逐项拢类固醇类，逐项拢 OK， 止疼类拢 OK， 消炎类拢 OK。这敢是医生？药啊，拢有证书啦，唔是医师啦。医师爱判断这是啥物病，伊的病根伫对达。你爱阳光，这要安怎处理？是为对达发生呢？为头壳上。上病要下医，下病要上医，你要懂得道理，不必当讲医生。咱同款，咱做一个台湾民政府的官员，你要懂得你要坐伫对一位，甚至你带入来人比你较敖，你茫讲啊，这来划过脚头，我逐项拢伊家做便便，没有白吃的晚餐。所以呢。好的呢，我拢撒予中央；比我较牛的呢，撒予中央。咱袂使讲啊，我要留你家己用，安尼嘛唔对。而且，咱的部属，咱一定爱好好看重。袂，伊是比咱较慢几万年。咱秘书长伊敢讲，政治伦理无法度，啊，我都带先去吧，吼。又搁就是讲无要安怎安尼唔好，咱大生意嘛，所以我伫遮，徛伫看大家人互相来探讨研究。但是，恁无一定比我较含慢呐，我相信恁遮个个拢比我较敖。不是我谦虚，迄是千真万确，是因为我较大生意嘛，娘娘。所以咱袂使讲看猫的无点啦吼，所以。个个拢是咱的导师，伊捌的，敢若擦皮鞋，那是咱的导师呢。咱有法度擦像遐紧无？嘛袂晓，所以一人捌一步，唔是讲咱拢比人较高，是不要自大，吼、哦，一定爱虚心向人家求教，吼、哦。咱若有这种谦虚的心，咱无自大的心。一定会跟人家相处很好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即马就是讲，绝对唔好甲家己藏唔到所在，啊，唔好甲你的部属藏唔到所在。牛的人才，你嘛唔好推荐唔到的所在。咱人讲要对安怎，爱对到人对不对？像咱对到咱林志升博士，咱的秘书长对不对？咱大家目睭足金的，所以会向对秘书长，会当甲台湾带出一条路，
康庄大道，所以这就是要靠个人的智慧啦吼。啊，若是讲过去遐讲一两百栋遐吼，秘书长讲拢对，拢行唔到房间话嘛，拢装装入去，装甲规间拢满满嘞吼。好佳哉，咱较巧嘞，该拍一下抱下一下。自尊是民主，自信是理智啦。就是人最在意的地方哈，往往拢是最自卑的所在。这就是人性呐。为人那是哈，甲人坐甲哈，讲眼红脖子粗，伊足在意的，也许就是他的缺点呐。你那是伊足有能力。伊无一定爱甲你嗲钱啦，所以咱这人性呢，有一个自卑的地所在，就是你最在意的所在。所以呢，自卑的所在是咱的缺点啦。所以呢，咱未使维护咱的自卑，就是甲人正加讲眼红面子粗，咱迄是自尊无唔对。但是不要死要面子，哈、哦！咱每一个人没有十全十美，要勇于自己去承认，咱勇于学习，将来有一天咱嘛会比人较强，哈、哦！所以讲没必要讲跟人争处，哈、哦！开口说话时，你一定袂使讲话足急的啦，啊，才不至于。说些妄话的哈，啊，不要自夸，才会避免别人的嫉妒。你那是给这个家规不要伤大哈，啊，人嘛会给你嫉妒，人嘛是会给你攻击的哈。不随便承诺，才免失信于人了哈。你那讲承受的代志，承诺的代志。你做不到，你就是信用打破去，不要吹嘘，你才会当不会成为讨厌的人。你以为家己拢什么拢知，才能学到不知道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咱忙出去讲你逐项拢总会，你逐项拢总会，你就袂当学到。人会的所在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一定爱学人的好处，袂使老是讲自己的好处，安尼人无时间教你，吼、哦。这所以做人的面面角角加这个方法呢，每一个人的个性拢无同款。不过咱即马探讨的问题，就是讲每一个人拢会犯错。的所在，虽然咱讲年岁已经足大，但是外口有人咧教这个无？除了细汉爸母以外嘛，也是朋友嘛，无人敢敢讲呢。吼、哦，有时啊，咱有过错，朋友嘛点点唔敢甲你指责，唔敢甲你调教。所以呢，咱即马去，咱是台湾民政府的。官员，我们不能不注意，所以呢，咱唔只有爱讲了这个时间来，大家来互相研究，爱牢记在心，吼、哦，咱才会当甲这个台湾民政府做甲足好诶，会当互人民感恩乐，会当互这个社会安定，会当互咱的百姓快乐，会当互因幸福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体态决定你的心态。咱的心甲心吼是一体的。当你在生气的愤怒的当中吼，你主动，迄个体就会震动嘛。你会硬拳头母，心是看会到的灵魂，啊，灵魂是看袂到体。所以讲，咱这个心是咱。脑你想的代志，真正的脑，你甲破开嘛，无看到啥物，嘛看到细胞尔尔，脑细胞尔尔。
灵魂是看不到的，所以呢，咱的灵魂看袂到，但是甲心是一体，心你甲破开嘛无，所以是咱的八识，咱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以外的变化，就是七跟八，就是咱的记忆体，安尼对无师傅啊？无讲唔对吼，所以心就是咱的八识所现的吼。那么咱的八识，那控制也好，咱要控制人好好，咱眼耳鼻舌身意，咱控制也好，咱人就会正常，咱就会提升。如果你看的无正常，看这也生气，听这也生气，食这也嫌咸，食遐也嫌甜，鼻这也讲臭，啊鼻这讲香，安尼做无代志对不对？所以你就是讲，一定爱管理也好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咱管理也好，咱家己管也好，才会当管别人对不对？咱后摆拢要管别人的呢。啊，咱爱先管家己对不对？啊，那未用管，请哦，今仔日足济师傅啊来，赶到管好无？啊，无话叫耶稣到管呢吼。诶，定位吼，如果你的精力放伫对的杂事，你的上司和你的定位是做杂事，担当了不了大事吼。一旦是这个的定位，你就显然翻身，大事要做，小事多余的时间这样来做，精力要放在功课上为前提的吼，懂得展现自身的价值，竞争中，和家己吼是提升，才能赢得别人的赏识和认可。这就是讲吼，你每一个人的定位，咱家己，比讲人讲人生像一出戏，你要演什么戏？咱甲比作歌戏。今仔日我要做皇帝，我爱穿皇帝衫嘛。你无可能讲我穿左干那衫，啊要来讲皇帝。所以你自己的定位，包括你的外表打扮，你要定位在哪里？你要做什么工作？如果呢，你一天到暗拢做些杂事尔尔，你绝对无法度做大事。了，迄种的时间是无价值的。你若杂事爱放伫多余的时间才来做，你才会当成就大事。如果咱家己的定位呀，为人讲迄个洁癖的啦吼，啊为人讲吼做杂毛的啦吼，老是把小事情放在重要的时间在做，绝对咱一定。袂当成就大事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嘛是足重要，爱做，一定爱去注意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想要坚持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哈、哦，那么就是讲，你爱以吃饭实现的问题，抱着先赚钱再说，然后另谋出路心态。由于总是抱着暂时的心理态度去工作，哈，理想会远离现实越来越远。这就是讲，当你去把台湾民政府的时阵，你拢一直想讲啊，我这安尼去吧，吼，是暂时的。一直安尼想的时阵，你就是后摆啊。这个实在的这个成就，就离你愈来愈远。你既然有这个使命，你有这个福报接到，但一定爱甲实现，坚持家己的理想，吼，袂使讲我做看卖啊，啊我吼，若有个较好的，啊个要来遐，人咧讲就是安那。不是三心二意而已，一心两意，
爱是讲，或者安怎，双脚踏双船呐。所以，这种的心理嘛，未使，绝对未成功。咱既然栽入啊，就一头栽下来，咱爱认真打拼。每一个专业拢是用心加专心来的。无迄个讲啊，我遮做做，搁遮做做，遮搁做做，遮做做，安尼会足够，安尼都天才儿童啊，对哦，安尼真少。所以在移转呐吼，咱一定理想加这个现实，拢一定爱配合。咱袂使三心两意，袂使讲我做看卖啊咧，后摆啊有搁较好诶。还是吼、哦，有搁较凉诶！我吼、哦，诶，将搁来做安尼吼，一定爱有决心，好不？啊，决心为台湾，唔是干爱台湾尔吼、哦。咱大家拢讲爱台湾有无？嗯，啊，咱诶讲师拢讲习近平嘛足爱，啊，所以咱即马卖讲爱台湾尔，爱讲为台湾，吼、哦，为台湾，咱一定爱行出一条康庄大道。幸福美满的一个台湾哈，将不满要转化为努力的动力。咱如果讲哈，对工作无啥满意，咱袂使怨天尤人，要有脑子去思考，否则就可能陷入困境。把心收回来，化悲恨为动力，做一番成绩出来。也许咱即马回去，咱去各州来发挥，各组织来发挥，应应会遇到无满意的，所以咱一定把这个怨天怨地的心情、甲脑子，咱一定爱收顿啊，咱才袂陷入困境。足济人遇到一点点啊困难，尔，伊就退转啦，吼、哦，师傅啊，或者退转嘛，吼、哦。啊，都无用心啊！就讲啊，这安怎，迄安怎？啊，我都无要努力落去啊！这安尼嘛是真可惜。所以讲，有困难，咱安尼勇敢去处理。啊，那无讲忍起来，那无讲我闪边啊就好，爱学样闪。我是拢学闪啦吼。啊，遇到代志呢，不要正面去增加。脸红脖子粗，咱身边等伊较消气的，啊，咱正讲，哎，同事你好，啊，无定一去就消气啊，啊，都无代志啊嘛吼。所以讲，每一个人个性无同，每一个人思想来自于各家庭教育不同，每一个人的根基无同款，伊的过去、伊的精神拢总是无同款，所以讲人吼。这个人啊，写家呢，安尼三角三翘吼，所以绝对唔是圆圆、绵绵、角角啦吼，三个拢总角吼。咱即马就是讲，不要老是看别人袂习惯啦，咱一定把这个恩恨吼爱修正啊，化为力量，咱唔免去计较遐尼济，一定爱学好家己的脾气，咱一定会成功。啊，做一番的这个形式哈，咱唔好势利眼哈。人是拢要爬较悬，无唔对。啊，水是拢一定会得正流下去。所以呢，各级上级的交流，人不可以貌相。哎，海水讲袂使斗量哈。有些不被看好的小人物，那有可能。隐藏着惊人的大能量，为面貌不扬，但是有够牛的哦，吼！所以讲吼，伊行为平常，往往拢是真正的高手哦。不管安怎讲，看起来不看上不看下，如果临时抱佛脚，有事才登山宝殿，那就太晚了。你就是足自大，看面貌不扬，这个人常常讲看不起。当你求救的时候，人家不甩你，
吼、哦，所以呢，我无论看到啥物人，无论啥物款的人，咱一定爱家惊咧，无得家阿手，成为我们最好的帮手。所以呢，迄唔免用薪水去请人的本钱啦。咱的职工就是咱的本钱，咱的二手嘛是咱的本钱，咱一定时时边啊拢有咱的兵将。如果你若安尼，目睭拢看顶悬，无看下底，你时常一定会跌倒去，绝对无人甲你扛起来。吼、哦，也是人个为顶悬甲你打好过，迄是自己造成的。所以呢，咱人茫看悬个看低。一定爱家己谦虚，一定爱对人尊重礼貌。咱台湾即阵吼，足可怜的，未尊重人无大要紧，看爸母都唔尊重，啊，讨无钱就家太好死。吼、哦，我若看到迄吼，我强要分去呢。啊，开始安尼，啊那安尼生囝是要创啥？迄饲囝是偌艰苦咧？恁大家拢有饲过无？啊是安那囝，佮家是大人，摕无钱佮太好死。我希望咱后摆台湾无出这种代志，尤其是为咱女人开始，因为这种的囡仔是咱查某人生，是咱查某人教的，咱爱有责任，绝对袂使有这种的发生啦。吼、哦，这种的吼、哦，会使讲笑死，笑死，唔是百外人尔，全世界讲。我台湾人是安奈，这个是人，那个不是人的行为呢。咱敢第一个来的绝对不是。我相信咱台湾人是真一个真巧的民族，嘛足有知识的民族，是安奈有人教到变这样的。啊，足敖斗争，啊斗敖烧麦，啊足敖烧斗碗，啊嘛袂讲娱乐，人讲水洗心呐、啊、吼。看到人敖的时阵吼。绝对想一百句，甲你讲，迄个人无好。吼、哦，这种啊，足恐怖呢！我伫日本来来回回四十年，日本人呐、啊，你加伊一点点啊，较敖，伊安尼五体投地，甲你敬礼，一直甲你学落。啊，咱台湾人是安那学落袂孝敬，唔知妈妈无教你呢？啊，那我是足好讲学落的啊。阮爸爸，阮要出门讲安那，臭阿基会加多人。你唔好看悬，佮看低。那么呢，你也要成功，一定要有高帽子。一定不是只有奉承哦，一定爱尊重人。一个人来，你一定无好滴咧，讲先拜，你比我较敖，啊有机会甲我多多指教。安尼，你才会成功。啊，我拢有照安尼做，所以。我去到每一个团体，啊，拢足得人听的。啊，当然，哦，讲做天公袂得人意，卖讲做人，应应嘛是有人嫌。但是我希望讲，咱台湾人拢嫌家己就好啊，对不？卖嫌别人好不？拢家己嫌家己，安尼即个社会才会祥和。一定爱学了别人，袂使学了家己，对不对？咱的人格操守要一道，咱才会当做新民，咱才会当做大官员呢。啊，如果逐天学了家己，啊，拢一直嫌别人安怎安怎，啊，我想想来讲，啊，如果迄若跟我做同事吼，秘书长讲，中国啊有啊，放屎嘛不爱该有智慧咧，对无对无？啊，我想想的毛影。你若跟迄种人做同事吼，咱包那美红枪毙的鞭刑呢，会被他拉下来，所以足危险的呢。咱家是经济，咱家是同心兄弟姊妹，大家一定袂使受害啦，对不对？有、哦、鞭刑偌严重的呢，下底讲佮挂钩啊呢，安尼讲落佮骂伊个幼客呢，足恐怖的呢。所以咱一定家己爱。认真，袂使阁害着别人。咱若看到别人敖，一定爱讲学好，袂使台湾人有够敖讲嫌的啦。
嫌甲安尼无一块啊，无对安尼啦。我想讲，啊是安那才会翻嫌甲迄落型诶？因为他要显露他比他好啦。啊，干无需要安尼，无需要。所以讲，争要争千秋，不要争一时啊。咱人成功都爱看行长，人讲看久都会清楚嘛，吼，吼。一定不能再争一时，要争千秋。咱呢，同心姊妹拢是咱家己的人，所以呢，一定礼貌爱十足，一定对台湾民政府爱尽忠职守，安尼好不？咱一定对台湾民政府爱忠心，唔通做厅长，足侪人听听就对人走安尼，安尼做厅长尔尔嘞，咱爱做比厅长较悬。上无嘛，两边问看卖，啊，一边讲的就听去啊。我昨日带咱日本的人客吼，啊，搁去接到一个人，甲我讲，伊有咱美国的人，甲伊讲，哦，讲咱啥物中国啊安怎？安尼我讲安尼，恁就听有啦。我讲迄哪迄样白擦白刮啦，啊，讲白擦嘛，讲较深嘞，啊，讲迄无影无掠食的代志，你也听落，你是要做厅长吼？伊讲无啊，我做董事长。我讲我看你改改的董事长换做，啊你做厅长倒有？啊无因为讲一边你就听落，你唔爱听两边听好嘛呀？才有公道，啊总爱惦记。啊我讲安尼你袂使过嫌嘛吼，吼啊那有机会来斗拍拼。哇啊这种的吼，台湾人毛病有够多啦吼，包括我在内，好加在我拢有滴去日本吼，安尼豆豆啊在写，吼。去过咸水安，豆豆啊，说去学人的习惯啦。所以呢，绝对袂使讲听一遍话，尤其咱后摆做咱的长官，做人的长官，你袂使一个人乌白来甲你讲啥，你就甲迄个人开掉。咱一个组织呢，一定爱健全讲，新人进，旧人要留，袂使讲像高山啊咧，咧慢规矩咧吼。啊，慢一粒，顶一粒，慢一粒，定定都摸迄粒尔尔，安尼咱要安怎会进步面呢？组织可以扩大，绝对每一个人有伊的缺点，但是我们尽可能机会教育，咱家己嘛爱悉心求教，改去改进，安尼人才会愈来愈济，无迄个十全十美的，互你敬啦。啊，你即个阿嫌阿太刁，迄个甜甜，每下拢一个尔。哦，安尼嘛袂使，所以咱从我们家己做起，咱家己一定袂使讲来冤枉部署。一个部署来甲你讲安那，啊你就甲迄个撕掉吼，啊这嘛作冤枉。安那安尼要安那领导台湾，嘛袂服人啦。你若是要决定一个代志，不会再及时的话，一定爱去目睭爱看好。眼睛，吼、哦，匿名，一定爱主持公道，袂使乱输听。我感觉台湾这个现象足济，咱内底都是安尼反叛分子，听听的都有一大堆人出去安尼开钓。好加在咱今仔日吼，够两百几个啊，近要三百个。所以呢，咱的大家的信心，同时。反叛分子出来的时阵，有减真多呢。啊，减真多的原因就是会当表示讲听到真多啊，为得听呢，啊为讲无我阁看卖啊，吼、哦，啊为是即马正拄着无唔对，绝对一定对台湾民政府尽忠职守，然后要有信心对咱的法律200%相信，安尼好不？好，绝对唔好做听到吼。异性各位相识哈，咱即马就是讲咱妇女的朋友，咱就是讲异性男女搭配工作拢是袂歹啦。但是过度的频繁哈，异性相近哈，暧昧对嘛哈，这最后陷入哈尴尬苦恼的对境，自让苦酒不能自拔，所以那这步哈。我14岁出来流浪到今嘛吼，
那这我功夫真好啊，别人呐有拄到，拢来问我吼。我这每分加几个哦吼，男性足济，拢是会放电的啦，这是正常嘛。但是同事蛮恶被放电呐，会变成非常尴尬。尤其我们女性当人家的长官，你也部署很多男人啊，吼、哦。咱的上司也很多男人，你眼睛不要随便抛媒眼。查某的虽然爱结个足高追的啦，好可爱啦，但是你袂使用唔到对象啦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真正人爱你，你阁袂当红爱的时阵，是不是很尴尬？哦，这足注意的。我吼、哦，安尼看查甫的吼、哦，目睭拢竖竖。哈哈，人家看也无感觉，所以足济人我拢会袂认真啦。人家看我，同性，你是哪一组来的？问几啊遍啊，讲同性，你是哪一组来的？我袂咧共看足斟酌啦，因为吼、哦，女人的眼睛吼、哦，为人真正，尤其我目睭若共看吼，人讲哎呦，好厉害哦！迄日本人讲我气鼻死呢，啊，我讲啊，无我拢结束输得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次数结果看袂清楚，袂认人嘛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看上心上话吼，讲你足厉害，啊，话讲，哎呦，迄、那个囡仔伫爱我，安尼咱就麻烦啊嘞，哦，是毋是？所以这点嘛，足爱注意。后摆啊，咱唔想伫一个家庭遐尼单纯，咱出去同事，后查甫后查某，啊，拢男男做伙，但是最好不要有桃色纠纷。安尼要安那管台湾，要安那做大官，对不对？嘿，所以咱正经代志爱做啦，谈情说爱放一边哈，那卖乌白放电啦，急功近利，急功近利就是讲嘿骑行的发展，让自己骑行发展，急于工作中哈、哦、做出一番成绩，资历不深。急速的提升，让自己道路变得不稳定，最后被人家辞退，往往事与愿违。打基础，那是关键呐。这就是讲吼，咱一定每一个人看到一项代志，拢会讲：来来，这我会，这我会，是热心没错啦，哈。啊，话就是讲咧抢功劳，介只安尼哦。吼、哦，即马这现象嘛，该是安尼啊。吼、哦，即马结果你坐坐，啊，你迄个位坐袂调啊。你是一时的表现尔尔，唔是你的根基有拍遐深吗？啊，你表现了，哦，啊，升一级起哩，坐较大位咧，结果坐袂调。啊，坐袂调，你家己嘛足苦恼，而且。你该表示讲，我可以那个人哈，那唔拄好钱啊，甲你生气，迄个人用到你，伊嘛足麻烦嘞。我啊，结果是无影遐熬啊。啊，安尼时阵，咱往往做者定时吼，很容易因为真伊个心很开阔，很容易讲，较紧甲你升起来。啊，唔过嘞，用一针敢无影。啊、就袂应尽，那么把你刷下来，抱怨连连，然后一直攻击，这得不偿失，上司也受伤，咱家己嘛受伤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后下底嘛足苦恼，都无啥适合，所以讲不要急功近利，咱那对这个利益的争取，因为咱要爬愈高，就是要利益嘛，吼、哦。啊！我甲秘书长讲，我无爱做官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妇女会做官就好啊咧，吼、哦！啊，要做官要安怎？做官我是讲，我伫医学内底实在了解足济，啊！你无需要洗身共洗身，无需要共汽车。提人的身躯来咧拼经济的这种的制度，我如果有迄个
能力，我来争取。咱台湾民政府政策会当来配合，我是这个希望尔尔。你若是讲咱拢无认真，咱若做作势，也是你没有机会来提出这个政策来实施。佮而且呢，像即马伫报的，逐项拢袂食的。这个问题我已经几啊十年伫心内，无法度通去实现，所以我踏入这个台湾民政府，我一心一意要来把这个台湾改革好，像日本，食清气凊彩便所水流出来，你听好啉，绝对袂腹肚痛。咱食物件绝对无安尼，迄种物件、澳物件较侪，迄是官商勾结。所以咱身为台湾民政府的大官，后摆啊绝对爱改革，而且爱以身作则，安尼好不？感谢。啊，咱今仔日时间就到啊吼，啊后摆有机会吼，咱再继续来探讨。啊，希望讲吼，为即马起，咱大家人一家人相亲相爱，绝对袂使得来得去。大家一定爱共娱乐，随时心，一定爱互相帮忙，安尼好不？感谢大家。各位好，请起立。今日，各位行，请等一下吼，等下吼，请到迄个头前迄个讲台遐吼，登记恁明仔下晡要转去的时阵，也是要坐高铁，也是要去火车站，然后去头前讲台遐登记一下。吼，头前有一个小姐啊，带出去登记。恁明仔下晡要安怎离开的方式吼？好，台中州。台中州黄玉春小姐，高沙竹陈玉花小姐，新竹州柯信吉，高雄州王丽娇，以上四位，等一下到一楼办公室一下，谢谢。